为什么要这么群劳跑动？因为很简单，四个字，怼光破盖，就这么简单，讲到完了。因为你怼不光破盖，就我们破盖。所以刚才毕生问我，我是超人的，能不能预测什么时候大选呢？大哥，你以为我搞王爷吗？调同吗？但是我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跟你算一下的啊。今年财政预算案有派糖果，有，但是糖果也不是派的很多，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它没有面粉，它的饼想要画饼充饥，但是你画一个罗地加奈，你后面用面粉支撑的，它面粉不够，糖也不够，所以它适当的给一点点。所以我想，如果明年大选的这个糖果的财政预算案糖分都不算太高，我大概知道国家里面的财库应该差不多，罐头早快不改，看得出的很。华小他妈的5000万最后一路跟那个物资一路，对吧？所以华小5000万这个数目已经是歧视华教了，还拍不出，还要给我们屌屌我过才拍。可见他第一是歧视你，第二他真的没有钱。为什么没有钱？因为有一只鸡跟一只河马讲大料，就这么简单。政治不用讲太复杂的，政治直接讲就对了，对吗？你来听我演讲，因为我喜欢直接讲直接屌，我不会转弯抹角，直接就屌。这书名叫做超人出手鸡飞狗走，因为我想来一届大选就四个字，鸡飞狗走。鸡大家都知道是哪一只啊，狗就是马华、民政跟联党 MIC。所以明年改朝换代，鸡飞狗走，马来西亚就是个好的明天，我们国家就可以转运，人民有一个自由的天空，有一段平等的天地。但是如果不能改朝换代，就踩踩破盖，你跟我一起陪葬，完蛋。如果明年改朝换代不成功，我告诉你啊，如果明年改朝换代不成功，你知道马哈爹有什么表情吗？我表演给你看。有看过周星驰啊？喷血，马哈爹就喷血而死。如果明年改朝换代失败，你知道林志祥什么表情吗？我表演我的老大，有点心理压力了。你有看过谢霆锋的爸爸谢贤做戏吗？粤语残片啊，林志祥戏，马哈爹，林志祥死，拿去，拿去就吸血。千灾难逢，难得出现一个人叫做颠马，他不是蹲马，他是颠马。我从来没有讲马爹叫蹲马的，年轻人很喜欢叫蹲马，我们过去年纪大的叫老马，对吧？不管老马、颠马、蹲马，能够怼的那只鸡就是好马。邓小平教我的，明白吗？不管颠马、蹲马、老马，能够怼的那只鸡就是好马。所以我说真的是天助我们反对党。为什么？因为上个届大选，刚才一个安哥跟我讲，他说上次我们讲月亮代表我的心，有没有讲错？我说没有错，条件不同了吗？不要死脑筋，安哥转一下，什么叫条件不同？我今天晚上用博士的思考来教导你。你去问那个小朋友，小朋友下雨好不好啊？小朋友怎么回答？下雨好，一把盖过去。下雨不好，两把盖过去。那个小朋友没有办法回答的，下雨好不好是一个没有办法回答的答案。为什么？你没有设条件。小朋友，久旱逢甘露，下雨好吗？好。小朋友，现在有海啸，天天淹水，下雨好吗？这个条件设下去不好，就这么简单。我们上一届大选跟回教党合作好不好？当然好，因为当时是 Nick Aziz 领军，回教党没有讲回教国，他讲什么福利国。Nick Aziz 一死了，他妈的这个党就变鬼，他就要忘了金头盖。条件改变，明白吗？做任何事情要看条件。你去申请信用卡买东西，有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有没有啊？有没有啊？所以很简单啦、啊。所以我说现在天助反对党也，为什么？因为条件改变了，回教党从我们的盟友变成敌人，现在马华也承认他跟胡统眉来眼去，
回教党从我们的盟友变敌人，马哈迪从我们的敌人变盟友，条件改变，我们就要抓紧这个机会。听好，各位，明天跟我去巴杜帕的咖啡店传，马哈迪是枭雄，那就不是干残，我们善用枭雄打干残，明白的，鼓掌。就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是英雄，我们英雄很斯文，整个反对党他妈最初就是我。你有听过林志祥讲粗口吗？你有听过林志祥？你有听过林冠霖讲臭话吗？你有听过言必真相吗？没有啊，我忘了啊。但是对那些破盖，我们太斯文，没有办法的。我告诉你一个例子，两年前《新洲日报》头版有一张相片，就是刘振东跟林志祥在巴西古当一个马来武统区的华人咖啡店做咖啡店论坛，演讲到一半，哎，那个咖啡店论坛很少人的，几十个阿伯在那边吹水罢了。他们每次请我，我说哎，不要啦，浪费机票，你请我去咖啡店吹水，搞不好利用我去卖一百桌宴会，我来机票才比较白嘛。但是刘振东作为主席，他推了一个新的政策叫卢佛州，结果全马来西亚都学咖啡店论坛，所以罗富州行动党到处咖啡店吹水。明天我去伟明的区吹水了。那结果吹到一半，只有那些穿红衣的这么多的武统的这马来流氓叫什么 啊懂不懂那个叫什么慢人扁 啊那些慢人扁的就穿摩托喷白烟，你整个咖啡店不能演讲。刘振东继续讲，他们骂人本就下摩托，然后吓撞刘振东的那个喉咙。看到那相片吗？两年前《新洲日报》头条，不懂中国报有没有？你见过吗？林志祥讲什么？关麦，我们走，不能打架。我跟刘振东讲，刘振东是我的学生。我说如果是我，我怎么？刘振东讲不变。刘振东经常给人家欺负的，他两年了啊，在马来区拍那个拉玛丹拍红枣，又给人家一拳打眼镜都飞。我说一拳，我过全都没有。